圣华国，愿以上的诸位大权圣祖师，愿以保护主尊严的金刚圣果，愿以延年灵藏寺坛神诸佛菩萨，一切护法金刚、护法龙天、护法神众，尊贵的三位法师，四人为法师，四人定法师，四人赞法师，主席，各位四同的圣心大德，还有分堂的太太，大家下午好。这个是瘦了三百块的训练营，所以我本来在晚上没放课，辛苦你了，然后这个居然上一回来你们这个摸奖好像也有一年多了，你们都活得好吗？没有活。那个皮塔，我们你还是不要跟我讲这种说话，我怕会误会你了。这里先问一问，完全听不懂广东话的，一点点都不行的，可以举举手吗？还是有的啊，那来说，还是华语啦啊。其实我出去弘法，我很少用广东台式啊，很少用广东台式。唯一可以用广东台式的地方，除了在我自己加拿大之外，就是那个 KL 啊，马来西亚的 KL， 只有在那边才可以用广东话开示。但是其实我的广东话不是很可以的啊，虽然我香港人，但是我的广东话其实不是很可以的啊。那我们今天啊，是做这一个金刚萨埵的护摩，那这个明天是做这个阿弥陀佛的护摩，那今天是这个中原啊。中原普渡，那在还没有开示这个说法之前呢，现在的消化我们的这个中原呢，好像闷了一点啊。其实啊，以前经常有人跟我们讲说，哎呀，他修行的路上很孤独啊，很惨啊之类的，好像没有人陪伴他一样，好像在中原节啊，好孤独的这个样子。其实不用怕的，我们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把灯关掉。只有放一个鬼片，你就慢慢就会发现你不再是一个人的啊。所以其实啊，修行没有所谓的孤独不孤独的啊。佛菩萨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啊，就是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呢、这一个两天的佛法开示是有主题的。那这一次啊，我每一年出来弘法的时候，我的主题都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那去到比较大的定点的时候，我们都会讲那些比较重要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啊，因为是主题嘛，所以呢，一般来讲就是比较慢一点的，好像说什么佛教历史啊、接力啊那一类的。所以啊，今天的主题本身听起来啊，也是有一点慢的啊。所以啊，如果啊你们在听的过程里面啊，突然之间想要去水供，或者说要去会供，我都是可以明白的。如果说你等一下在开示的中途啊，突然之间跟周公啊、周公主啊见面，我也是可以明白的。基本上来讲，我讲我的，你听你的，很好。就好。那本身来讲啊，我们这个很多同门本身皈依学佛啊，已经有很多年，很多年。有一些同门也有20多、30年了。那基本上来讲，一个同门从外面来到一个佛庙里面的时候呢，基本上来讲，你都是有问题才来的。也没有问题的人呐、比较正常一点的人呐、是不会来庙的。这个来庙的人一般来讲，就是求财、求健康，或者是有人过世求超度，或者是求官司，求很多求很多。总而言之，没求不会来的。
如果事情过了之后呢，我从此再次回到家过年。一般来讲啊，我们红小庆这么多年啊，经过的就是这样，有没有人走过南陀庙会跟你讲说我要来成佛吗？好像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了，还没有了。你先来讲，来庙来求还是好的，没有求很少的困难。但是啊，我们总不能皈依二十多三十年还在求啊，我们要进步。修行佛法本身是要明心自性，要成佛。不然的话，我们不应该修行佛法。以前经常会听到说，哎呀，有善事来了，太好了，又可以开风水了。啊，有善事来了，太好了，又可以问事了。我们要弘法啊，弘法人员呐、啊，是来弘扬佛法。弘法人员呐、啊，不是来帮你看风水的。啊，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慢慢的把弘法人员，把一个僧师或者是一个法师，跟一般的风水师傅混在一起，其实就不好了。所以本身来讲，我们啊，当皈依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慢慢明白到我们学佛的重点在哪里。我们明白到福分是修回来的，福分不是求回来的，业障是忏悔来消除的，业障不是求就会没有。所以本身来讲，我们不要把我们修行的那个方向弄错，这很重要。如果我们今天是来求财的，今天的开示内容可能不适合你。如果我们的所需求的是要好像风水顺命的，今天开示内容也可能不适合你。但是如果你是要追求佛法的真理，今天的内容会适合你。你们明白的话要有反应的，对吗？很重要，没反应的话我就知道你们是不是最近搞周公了 啊。所以今天的内容本身来讲没有适合每一个人，但是这个内容会在你们的种子里面种下一个种子，将来你机缘成熟的时候还是会对你们有帮助的。在这个佛陀的时代，就是在这个2557年之前啊，当时的佛教没有分开什么宗什么派，没有所谓的天台宗净土宗，没有所谓的中观，没有所谓的唯师，没有所谓的大乘，没有所谓的少乘，没有所谓的金刚乘。在以前的佛教佛陀的时代，佛教就是佛教，没有所谓的什么派什么派 Apple 派，没有什么派的，都是佛教。所以那个时候叫做原始佛教。那那个时候在释迦牟尼佛啊涅槃了106年的时候，大概1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出家众，他的名字叫做大天比丘，他的很大的大，天空的天，叫大天比丘。他是一个西印度上座部的比丘来的。那他有一天去到了这个东印部那边去行脚，也就是去跟哪边交流啊。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出家众，他们在古时啊是喜欢到别的道场去行脚的，很高啊，就是去别的道场去参访啊，去学习啊，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宗派也是有很多法师啊喜欢住在自己家里面到处走啊，去到处跟人家行脚啊。其实这个也是古时候留下来的传承啊，以前都是这个样子，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好不好啦，就是缘分啊，就是缘分。
总言之，那个时候西印度的和尚去到了东印度之后，他就见到一件事情，他见到啊，有一个出家众，有一个施主在跟他化缘，就是给他供养。那供养的内容里面包括了金钱，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红包啊。那收红包啊，刚才法师都有收嘛，对不对啊？我也有的啊，多多益善，少少无亏。没有录音啊啊！他那个时候见到那个法师居然收，就供养。那那个大天比丘啊，就走过去跟他讲：“啊，这位施主，这位比丘，你这样做是犯戒的。”啊，这句说很重。也就是说很重，就说你怎样做是犯戒的。我拿那个时候他就感觉到很生气。那犯什么戒呢？其实在三座部里面有一条这样的戒律，这种不碰金钱戒，这手不碰钱啊，又碰着碰红色的东西啊，不可以碰钱啊。其实红色的东西跟纸张都是一样啊，就是不可以碰钱。因为啊，大众部这是东印度的和尚没有这条戒，只有三座部才有。那那个时候就形成了这个我们所讲的佛教的分裂。那佛教的分裂的时候啊，其实是出于戒律的不同。在这个三座部，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小乘佛法里面，他们认为啊，戒律就是这个样子，释迦牟尼佛所定下来的戒律是不可以也不能改的，一点点一个字都不能。那在这个大众部，这就是东印度的出家众认为，只要在刹道淫妄走根本上面没有犯，旁边的旁支啊是可以随住各地的文化有改变的。好像说你们墨尔本现在外面多少度，我记得昨天晚上是八度。那在加拿大我住的那个城市叫 Calgary， 2月份的时候是-40°C。那其实我觉得你们没有很冷啊，真的，我真的没有觉得你们很冷，我睡觉都是短的这个样子的啊。其实我们哪边真的很冷。那根据佛记，以前佛陀时代啊，出家众是没有穿鞋子的。那他们的衣服啊，右面是肩膀是有露肩的，好像我们 Peter 这个样子是露肩的。你来看看，就是这右边的肩膀啊，就是没有穿的啊，就是拿一个布这样包一包，就是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啊，在印度这么热的地方还可以啊。你来到墨尔本已经有一点不行了，你来到加拿大，我看你半个小时都熬不过去啊。所以他们觉得有一些戒律在不同的地区里面啊，其实是可以更改的，只要他没有犯戒是可以更改的。你穿鞋子没有杀生嘛，对不对？你穿鞋子没有偷盗嘛，你穿鞋子没有妄语嘛，只要在根本戒律上面没有犯，他觉得有一些条例啊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当时啊，佛教的分裂其实是重在戒律的上面。之后这个三座部慢慢的往南方发展，去到了斯里兰卡、希腊啊，这个辽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变成我们所讲的南传佛教。他们用的语言是巴利文。那之后呢，这一个大众部，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呢，过了这个喜马拉雅山 Himalayas， 从蒙古去到了中国，从中国去到了西藏、日本、韩国、香港，哪一边？我们叫北传佛教。有谁可以告诉我佛教传到来中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什么？唐桥啊？汉桥？还有别的人讲吗？是汉桥啊，有智慧，是汉桥。佛教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汉明帝，那个时候汉明帝做了一个梦，他梦到啊，这个天竺啊，就是印度啊，从空中有一个出家的比丘，头上发光，骑着一条白色的马，从西面飞到来中国。那他醒来之后，过了迷了很久，真的有一个出家众从印度骑着一匹白马来到中国弘法。那那个时候汉明帝啊，弄白马这个事情啊，就盖了中国第一个佛庙，叫做白马寺。白马寺就是中国佛教的古庙，也就是祖庙。所以中国的佛教叫做汉传佛教，除了因为它用汉文，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用汉桥而来的。所以我们真佛宗是汉桥佛教，不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用的是藏文，汉传佛教用的是华语。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广东华语啊，所以我们啊都是这个汉传佛教。不管你讲闽南语、噶吉兰或者是什么，都是汉传佛教啊，所以这很重要。在这个佛教里面，不管你是小乘大乘，有时候啊当中有一些交易，小乘不会承认大乘佛教，有一些交易大乘佛教不会承认小乘佛教，有一些交易大乘小乘不会承认你密教金刚乘。他们互相啊在交易里面会有一点点的互相的不承认的，但是当中有一个交易，不管你是小乘大乘金刚乘都会承认的，这个就是37道品里面的四念处，也就是今天的主题。你们都睡着了吗？没有啊，还没有什么时候啊，那个还没有开始讲主题啊，我怕你们都已经熬不过去了啊，因为我都开始有一点觉得有一点想要睡觉的感觉啊。这个就是37道品里面的四念处，非常的重要。四念处来自阿含经，我们知道阿含经总共有四个，就是长阿含、中阿含、真一阿含还有杂阿含，这四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阿含经。四念处来自阿含经里面的念处经，来自念处经。那师兄还是开一点点门比较好，开多一点点，开多一点点门，开多一点点，不用开抽风，门开多一点点，不然你们都会睡着啊。那这个四念处啊很重要，四念处本身来讲也有一个讲法叫做四念住，住子的住啊。那这个四念处本身来讲是四个东西，你讲它很难其实也没有很难，你讲它很简单其实也没有很简单。释迦牟尼佛用了12年来讲，所以本身来讲你说它很难它也不难，你说它很简单其实它也不简单。所以在四念处里面，它有所谓的别相，也有所谓的总相。那今天啊我会慢慢的一个一个的跟你们去讲，讲完之后呢再把这四念处当中的功德每一个修行的法门方法跟你们去解释清楚。那到今天过后，你们就除了对四念处有所了解之外呢，还会对四念处的别相、总相、修行的方法还有它的功德会有所了解，你们说好不好？没有睡着就太好了。
那这个四念处本身有四个，那法师你是要吸烟吗？其实最好不要有这个抽风，开窗让它出去就好。不要加香，你要的话加油就好。你不要烧金纸，烧金纸我们就下雪啦。其实下油它就有火的了。但是我不要有这个，其实等多一下子，他应该勇士，你是要太好了，玩火的人来了，等等，先把这个拿开，走奖嘛，唔使，佢上面搏住嘅。哇果然是卧虎藏龙之类啊，掌声鼓励啊，阿飞老罗啊，咁样呢真是好啊，即係如果有呢嚿嘢喺度咧，啲煙咧喺度，大家煙霧瀰漫，你哋啊仲好喎、啊。佢哋好奇怪嘅喎，佢哋整呢個護摩爐，四面玻璃三面有，我依度冇嘅喎。佢三面都有玻璃，我依邊又冇嘅喎。啲煙咧就全部咁樣嚟嘅喎。哇！真係開心咯。不緊要，玩火咧，青年已經將佢拎咗出嚟。好，我哋都要翻四年處唔可以飄得太遠師兄唔好刪曬仲好多煙㗎唔係兩邊開先有得通可能我是在一个零下四十度的国家长大，所以我没有觉得很冷好，那这个是这个样子，四念处本身来讲它有四个我们听听就好，不用记得太辛苦记记就好，听听就好。四念处本身来讲，第一个叫做观身不净。第二个叫做观受是苦，第三个叫做观心无常，第四个叫做观法无我。那本身来讲，我会每一个分别的去解释，之后我会把这四个连贯在一起什么叫做观身不净？观身体呀，我们的身体呀是不干净的。它重点是我们的身体是不干净的，所以不要去爱它，也不要去执着于它而不放。那以前有一个这样的小故事是这样的，以前有两只苍蝇，苍蝇妈妈跟苍蝇儿子，他们在洗手间吃饭。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儿子就跟他妈妈讲，母亲为什么我们老是要出大便呢？那这个妈妈就跟儿子讲，孩子吃饭的时候不要讲那么呕心的说话好不好？这个就是在讲洗手间的黄金洗手间是一个不干净的地方。平常我们修法拜佛供佛，除了水供跟会供都不要在洗手间里面，你要去念高王经，不要去洗手间里面做莲花来念，这个是不干净的。有一些人也会把一些佛像供在洗手间里面，好像有一些会把韦智金刚供在洗手间里面，
其实伪智金刚只是不怕那个东西而已，不是代表我们要在洗手间供伪智金刚的啊、哦，他只是不怕，不代表我们就把他供在洗手间里面来看你不怕的放在哪边吧，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应该的。其实反过来讲，洗手间啊不干净啊，它不干净的东西啊从哪里来？其实洗手间不干净的东西是从你的身上而来的，真正不干净的不是洗手间，真正不干净的是你，你身上除了有大小王菌之外还有血肉，你死了之后过几天你的尸虫出来把你整个吃掉，身体发臭，没有什么值得你去爱的。如果一个人贪着自己的身体，贪着别人的身体，这个时候会让你成为一种人生的执着。所以在佛法里面，第一个观身不净，叫我们从白骨观，从不净观里面把我们的人啊看破。所以观身不净主要的是破我，破我啊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叫做观受是苦，讲的就是说一切的感受，一切的享受都是痛苦的来源。有这很大的差异啊，我以为只有在马来西亚跟东印尼才有苍蝇，欧洲也有，欧洲的三宝是苍蝇、肥婆，还有什么追走佬啊，阿弥陀佛。以前有个这样的笑话是这样，有两个人从四楼丢了下来，一个肥仔一个瘦仔，一个肥一个瘦了，肥的那个死掉了，我们叫做死肥仔，瘦的那个没有死，我们要叫什么啊？要叫救伤车啊肥的那个死了叫死肥仔嘛，瘦的那个没有死要叫什么？当然是马上叫白车啊啊，没想到澳洲三宝居然会有肥人啊，肥人是好的，肥人是福分啊。但是看你们都还好了，没有很圆满啊。讲到哪里？哎，这个观受是苦啊，观受是苦，这里讲的是一切的享受都是痛苦的来源。哎，真是不是哎，我们啊哪天去吃那个日本餐很好吃耶。哎，上次不是哎，我们那个时候去吃的那个螃蟹很好吃的嘞，哪里是什么痛苦嘞，都是很快乐的事情。其实啊本身来讲是这样的，我们享受过了，过了你就要放下。不要说过了一个礼拜你还在想住上个礼拜的那个日本餐，过了一个月还在想住那个乾隆菜，念念不忘的，那这个就不对了，那这个就不对了。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留声，很重要很重要。以前根本上是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小故事，是这个样子的。在以前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人，他有老婆有孩子，整条街都是他的，很多的店很多的钱，去十辈子啊都吃不完。但是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他喜欢赌钱。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讲你很多钱的话，你只是吃啊玩啊是吃不完的，但是只有一个人开始赌博啊，再多的钱都是没有的。所以他慢慢的输了一个房子，慢慢的输掉啊，他看他老婆没有在意呢，就把这个房子偷偷的就去还这个赌债，老婆又没有发现的继续了啊、哦、过了很久他输了很多，
那他就发现到不是办法，他就啃手指啊，把手指头砍掉来提醒自己不要再赌。每一次把钱拿出去的时候呢，见到那个手指头马上就收回来，不再赌。但是我们都知道喜欢赌博的人哪里可以改的，改不了啦，他还是喜欢赌。这个时候拿钱出来，见到哎，马上收回了，另外一只手出去，这还是赌钱。赌了没有多久，他把所有的房子、所有的钱通通都输光了，没有钱。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哭了，回到看着他老婆孩子，他说啊，这一次之后呢，我真的不会再赌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赌了，都输了嘛，没有钱了。那之后他就把他的家人通通就带到这个乡下里面去住，他自己做一些苦力来养活他老婆呢，也帮人家补衣服啊，这个样子来生活，生活过得还可以。之后文化大革命来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有没有认识，应该中国人都应该有了。那个时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啊，这个门应该可以关掉了，谢谢，我怕你们冷呢。门可以关掉了，你们这个有十度都熬不过去的那一种，是不会体会我们加拿大的痛苦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来到的时候，他是说资本主义的社会，有钱的人的财富应该是共同拥有，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很多很高知识水平的人会给人家去批斗，很有钱的人会给人家打，给人家上。那个时候的中国死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是一个黑暗的时期。那个时候那个断手指的那个人啊，他走在路上每一天都见到有人给人打给人杀，每一次他都很快的不看着怎样就走过去。有一次他也是做苦力的时候，他见到有一个人也是要快要给人家杀的时候，他本来打算走过去，但是他停下来一看，这个人他认识，再看清楚，原来这个人是他那个时候赌博输了给他的那一个。那个时候他看住他给人家打死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啊百感交集啊，说不出来的痛苦啊。他的痛苦他在想，如果那个时候赌博啊赢的人是我啊，今天死的人就是我了。在佛菩萨的安排里面有时候很奇妙，你觉得你输了，其实你赢了你的生命，赢了你的家人，赢了你的孩子回来。你以为你赢了，其实你做了很多的业障，你可能输到了你的生命，你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修行啊，也有类似的情形出现。佛菩萨在我们人生的因果的安排上面往往是很奇妙的，我们想不到的。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路上要体会到所有的受、感受、享受、觉受都是痛苦的根源，它最后都是归于苦、空跟无我，它没有永远。我们修行，如果你有资粮，比如说如果你有钱啊，你要吃比较好的是可以的。你修行，如果你有资粮，你要住一根比较好一点的房子是可以的。你如果有资粮，你要开一台比较好的车子是可以的。修行本身是快乐的，修行不是来受苦的。如果你是要说我一定要受苦才可以消除业障，我修苦才是修行人的话，你不用去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去止苦世界就好了嘛，干嘛去西方极乐世界那里要受苦嘛，你的修行是受苦嘛。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反对苦行，
释迦牟尼佛没有承认过苦行的。释迦牟尼佛受的六年的苦行啊，是做给外道看，我也可以受苦，我也可以受苦，但是受苦不究竟，受苦不究竟。所以啊，我们修行佛法没有自然，要享乐可以，但是享乐过了，吃完乾隆菜的就要放下，不要一直包住那个炸鸡腿不放啊，不要一直包住那个日本餐不放啊，一直在享住以前的享受，那个就变成一种执着了。所以修行要懂得放下，百化从中过，天灭不留生，这个才是修行人应该有的观念。所以第二个，他破的是破我所。什么是我所？我所拥有的东西叫做我所。我的房子，我的妻子，我的金钱，我的家人，我的金刚领主，我的这个，我的那个，我所拥有的叫做我所。所以观受是苦，破的是破我所。刚才观身不净是破我执，观受是苦是破我所。第三个叫做观心无常。什么叫做无常呢？无常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你无常来了你就叮叮了，就死掉了嘛，就是你无常来了你就叮叮的关掉了就死掉了。我告诉你，坟场啊，有的是死人，坟场有的不是老人。我做过的白事里面最年轻的一个，除了水子宁，最年轻的一个是一个8岁的小孩子。现在的死人啊，没有分所谓的老人年轻人，男的女的，不是说你肥着不用死的，肥的瘦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会死，坟场有的是死人不是老人。这个叫无常啊，没有常，没有永远的。第二个解释，无常就是没有常态，没有永远的，没有永远的，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家人。所有事情都在因缘变化改变之中。今天你喜欢一个人，他长什么东西啊，你都觉得是对的，他放一个屁啊，你都觉得是善的，虽然是绿色，但是啊，你还是觉得是好的。今天你讨厌一个人，你不喜欢一个人，他长什么东西啊，你都觉得是错的。他讲什么，不管是有道理的没道理的，你都觉得是不对的。今天你不喜欢一个人，你看到他的背你就讨厌他，前面跑到他前面正打算骂他的时候，发现哎，认错人呢，马上又没事了，马上又没事了。真的是那个人有问题吗？其实不是，是你的心有问题呀、啊，是你的心有问题呀、啊。所以说观心无常，你所定下来的对跟你所定下来的错不是真正的对跟错，你所定下来的对跟你所定下来的错是是服你的心的欢喜跟不欢喜而定的。所以在佛法里面这个观点很重要。佛法里面有一句说话叫做依法不依人，这句说话很重要。什么叫依法不依人呢？所以说我们在佛法里面、啊、
我们在了生脱死的佛法里面呢、啊，我们要依据佛法的教导而实行。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人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而断定这个佛法是对或者是错。这个叫依法不依人，这个在佛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说话。我们修行佛法有依法不依人，不要以你个人的喜好来断定这个佛法是对或者是错，这个很重要。真正的问题啊，在你的心啊，不在对方啊，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啊。但是另外一个，在密教里面也有一句说话，叫一人用一法，这句说话又怎么解呢？其实这个是在讲我们跟根本上师当中的一个距离。根据我们密教的规矩，我们需要，我们作为弟子的需要观察我们的师父三年，观察他的佛法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符合佛陀的三法印，是不是符合可以了生脱死的法门。那师父也要观察弟子三年，来看看这个弟子啊，是不是真正的一个法器，是不是真正的要来学佛法，是不是真的有心要去修行。师父要观察弟子，弟子也应该要观察师父，这个才是对的。但是当我们观察完了师父三年，当我们已经完全断定这个师父是真实如法的师父的时候，他是真的有法门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身心慧命完全的交付到这个师父的手里面去。这个叫做一归一，叫做尽性。没有这个一归一，不可能有成就的。你听得明白吗？以前很多的人啊，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在皈依之后会一直的去挑这个上师的毛病，挑这个师父的毛病。哎，你看，哎，他有，哎，原来他有吃饭的，哎，原来这个师父，这个上师也要去洗手间的，哎。他不是佛吗？他怎么会去洗手间呢？哎，他原来也会咳嗽，会生病的，不是金刚不坏吗？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啊，佛陀啊，他也有头痛的病啊，佛陀啊，也有胃病啊。我们学习的是根本上师的佛法，我们修行不是要你躲在根本上师的旁边一直在观察根本上师的过错。我们是学佛法，不是来做检察官，不是来当 auditor 的。以前大宝法王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开示，他说现在是末法时期，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习性啊。就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大饼，每一个大饼都有它消焦的部分，就是做的不完美的部分。如果我们在修行找老师的过程里面，见到这个大饼有一点消焦就不去了，拿起下一个大饼来看，也是有消焦的部分，不完美的部分，我们也丢下不要了。到最后你只会在捡大饼当中过了你的人生，你得不到这个法位。所以法王那个时候是在讲说，找到一个大饼，把那个烧焦的部分剥去，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大饼了，你还可以在当中尝到佛法的法味。我们修行人也是一样，我们是学习上师的功德，学习上师的佛法。当我们确认了这个上师的佛法是符合佛陀的三法印之后，我们要把我们的慧命交付到这个师父的手中，这个才是如法的。
不要一直的挑上司的毛病，这个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弟子跟上司当中要有一个距离，上司弟子当中要有一个距离，非常的重要。如果弟子跟师父当中，弟子跟上司靠得太靠近了，你会看不到这个上司的功德，会慢慢看不到这个上司的功德，你会发现到这个上司也是凡夫来的，他也是用吃饭的，他也是要去洗手间的，他也是要会生病的，他的一举一动啊，跟一个普通的人其实没有分别的。慢慢你就把他从一个佛看到成为一个菩萨，慢慢从一个菩萨把他看成一个罗汉，慢慢从罗汉变成一个凡夫，变成是 brother brother 啦，那这个就不对了，那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根本上师以前曾经开示过，根本上师跟我们当中，如果靠太近，你会给火烧到；太远，你得不到加持。当中的距离啊，是我们心的距离，不是身体上的距离，这个很重要。是心的距离，不是身体上的距离。以前有一句这样的说话，最远的距离其实不是人跟人的距离，是我坐在你的前面，你我们彼此在玩手机啊，这个才是最远的距离。其实修行也是一样，我们的心跟根本上师合在一起，跟佛菩萨合在一起，不要分，不然的话我们啊慢慢只会看到上师不是，好像提婆达多看释迦牟尼佛，提婆达多跟释迦牟尼佛是最靠近的，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弟弟的儿子，非常靠近。提婆达多有33好60随好，他非常的厉害，有5大神通，但是因为他跟佛陀太靠近了，他看不到佛陀的功德，他看不到佛陀的32善，他看不到佛陀的80随好，他看不到佛陀的慈悲，他看不到佛陀的神通，他只看到佛陀丑陋的一面。原来他要去洗手间的，原来他要有生病的，他只看到这个不好的地方。所以修行人在这一个上面看住我们的心啊，非常的重要，观察我们所有的心念都是无常当中，都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要守护我们的身口意，看住我们的心啊，不要让它乱走，很重要。这一个我们叫做破心锁，第一个我们是破我锁，破我执；第二个我们是破我锁，观心无常，破的是破心锁，破心锁这个很重要。最后一个这个观法无我，观法无我这个东西啊，本身要讲的话会讲很久，那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的把它讲过去，因为不然的话要讲观法无我要讲可能会讲非常的久，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把它点过就好。所谓的法，所谓的法并不是在讲一个好像说本尊法、财神法、敬爱法、释迦行法、三世三因法，并不是在讲这些法。所谓的法，我们讲的是一切善至扬眉展眼，众至举手投足，
下至走路、洗手间、做饭、炒菜、跟人家讲话、睡觉，都叫做法。所以有一句说话叫做善戒为心，万法为心中，没有一个法门不从你的心中而来。我们今天修金刚萨埵菩萨，我们首先要观赏一个蓝色的月轮，轻轻的，中间出现一个白色的空字，空字怎么写呢？就是一点一个圆，之后呢，一个五字，五啊，一二三四五的五啊，五字加一个善字，那就很容易记啊。五加三是什么？就是发了嘛。所以五加三就发了嘛。所以空字其实很容易写的，每个人都应该记得啊，就是一点一个圆，最后一个五字加一个三字，五加三就发了嘛。所以其实空字很容易记的啊。蓝色的月轮加一个发，加一个发再旋转，变成金刚萨埵，从白光出现。金刚萨埵的心中出现一道白光，你的心中也出现一道白光，它的白光跟你的白光在空中融合，金刚萨埵融入到你的心中，从你头顶融入到你的心中，变大你就变成金刚萨埵，这个叫做三动法身的观想。这个金刚萨埵，这一个观想，这个月轮，这个空字，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的心中而来的。它从我们的心中所生，再回归到我们的心中，当中不增也不减，当中不增也不减，不增也不减。金刚萨埵这一个观想，这个三顿法身的观想，是一个法门的观想。这一个观想重点在于我们的心中有佛，因为我们的心中有佛，所以佛才会出现。你的心中如果没有佛，今天一尊佛站在你的面前，你也看不见一尊佛。我们的心啊，就好像一个水晶球一样啊，我们的佛性啊，就好像一个水晶球一样啊。你观赏，你放一个蓝色的灯啊，在它的前面，你心中的水晶球就出现一片的蓝色。蓝色的灯拿开了，水晶球还是透明的。你放一个红色的灯在它前面，你心中的水晶球就变成一个红色的水晶球。红色的灯拿开了，水晶球还是变成透明的水晶球。你把一个金刚萨埵观赏出来，水晶球就出现一个金刚萨埵的形状。你的金刚萨埵没有了，它还是没有颜色的。一只鸟飞过，它会出现一只鸟的形状。一只鸟走了，水晶球还是没有东西的。那个水晶球本身呢，是无我性的，它没有我要怎么样，是你要怎么样，它才会出现金刚萨埵，它才会出现一个蓝色、黄色、红色的灯出来。它本身是配合住你而生出万法，所以万法无我性，你当中的佛性没有我性存在，有我的是你，不是你的佛性。所以佛性无我性，无人性，无众生相，没有我相，所以观法无我相，无我很重要。最糟糕的是，
那个水晶球放那个蓝色的灯在前面，蓝色的灯拿走了，它还是蓝色的。那这个就很糟糕。人家发脾气，本来是他的烦恼，没想到他惹你生气了，你也发脾气了，本来是他的烦恼，变成是你的烦恼。不要把别人的无明变成你自己的无明，不要把别人的烦恼变成你自己的烦恼。你今天不喜欢一个人啊，你今天恨一个人啊，你在哪边睡觉啊，转来转去，滚来滚去，彻夜难眠的，说不定你不喜欢那一个人啊，早就把你忘掉了，睡得很好的，像猪一样啊，他都已经睡得很好了，只是你还在哪边想住这个事情啊，睡不着啊，滚来滚去的这个样子，像个球一样啊，其实人家早就睡着了。不要把别人的烦恼变成自己的烦恼，蓝色的灯拿走了就放下来嘛，不要再给自己的贪嗔痴绑住而不放。所以诸法无我性，观法无我很重要，很重要。在佛法里面有一句人的说话，叫做法尚虽舍，何况非法。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在讲啊，了生脱死的佛法，在你已经了脱生死，从此岸到彼岸之后，你也要放下。何况是那些什么财神法、金哀法、施斋法、超度法什么其他的法，那是不能了生脱死的法门，更不用谈了义的佛法。在起岸、彼岸之后，我们也要放下，何况是更了义的佛法。下面居然有人会鼓掌的，奇怪了，多鼓掌啊！真的是，我还以为你们每个人都跟周公子见面呢。啊，皮塔，每次我见到你都会想到刚才那个情形，还是不要看你比较好。刚才我的洗手间见到他，之后咚咚咚，乌鸦三角就不要再讲了。诸法无我，讲到哪里？刚才啊，看到你我都忘掉了。法尚虽舍啊，何况非法？我们修行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到彼岸去。什么叫彼岸？彼岸就是了生脱死的对面。其实我告诉你，真正来讲，没有所谓的此岸。没有所谓的彼岸，当下的了悟就是。没有说一个法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一个法叫做开悟，没有一个法叫做了生脱死，没有此岸，没有彼岸。当你了解了之后，你就要把这个东西也放下。如果你还抱住那一条船啊，抱住那个法不放啊，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叫做法集，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是破我集，破我所，破心所，观法无我，是破法集，是破法集，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啊，修法不要被法所绑，修法不要被法所绑，我们守戒不要被戒所绑，明白吗？守戒不被戒绑，修法不被法绑，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这四个东西啊，分开来讲，我们叫做分别的形象，叫做别相。融合在一起的话，
我们这叫做总善。什么叫做别善？什么叫总善？其实我们去这样去了解它的时候，慢慢你会发现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观身不净是从我们身体的外善开始讲的，是从我们的外善开始讲的，你的皮肉骨头开始来讲的。观受是苦讲的是我们心灵上的感受，心灵上的感受，身体上的享受，感受跟享受，身体的感受啦，心灵的享受啦，是从这个感受跟享受里面来讲的。观心无常是在我们的心中啊，去认知上面来讲的。观法无我就是从这个法门上面来讲。其实啊，你慢慢发现到它是从外到内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四个看似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从外面一直到感受，从感受到心中，从心中到方法，它是从外到内的一条路。所以啊，这四个东西加起来我们叫做苦空跟无常，苦空无常。你分开来修叫做别圣。什么叫分开来修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讲那个什么观法无我观心无常了，我们先从白骨观开始来做，然后我们啊慢慢就观察每个人都是骨头，你看到每一个男男女女的都是一个一个的骨头这样的坐在哪边呢，那这个样子你就成功了。你没有再有分别心了，当然有一些人的骨头因为比较肥，有一些人的骨头比较少因为比较瘦，但是啊都是骨头啊。你在这些骨头当中你没有喜爱跟怨恨的出现的时候，没有贪爱也没有怨恨的时候，你就成功了。所以我们这个会成就你平等的功德，平等的功德。你在看的时候你没有再看到敌人了，你在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骨头啊，有一些比较肥壮的骨头，有一些没有那么肥壮的骨头，其实都是平等的。你分开来修或者是合在一起来修，我看你个人的根性，根据阿含经的记载，根据佛经的记载，如果你是一个上根器的人，上根器的人，你修这一个四念处只需要7天7夜，你就可以证取初果，证取初果。如果你是根器比较好像我们这个样子啦，比较钝一点的，比较笨一点的，比较单纯一点的啦，不是笨啦，比较单纯一点的人啦，那我们需要修7年你就可以证初果。什么叫做初果？初果就是了生脱死，离开三界，不用再轮回。你看只是一个观身不净你就已经可以了生脱死。如果我们四个完全的修完整，你7年就证阿罗汉果，就四果。所以本身来讲这一个啊是非常殊胜的。我们真正需要的，需要懂的佛法其实没有很多。真正的修行啊，要成就啊，要了脱生死啊，你所需要的佛法其实不需要懂很多。你单单是一个观身不净啊，你已经可以了脱生死了。你破除我执啊，你已经可以出生死了。以前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那个时候在释迦牟尼佛涅槃100年100天的时候，
他们成立了第一次的佛经的集会。那个时候是从这个大家写尊者所举行的。那个时候因为阿兰尊者啊没有证出果的果位，不是阿罗汉，所以那个时候这500个出家众阿罗汉的这个执经不给他去拿。所以那个时候阿兰尊者就知道原来实修是很重要的，于是阿兰尊者就修这个四念处，用7天的时间成就了大阿罗汉的果位，所以之后他才进入这个集经当中编写现在的佛经。所以根据这个阿含经的记载，7天从没有变成了生脱死的阿罗汉是可能的，所以这个也是四念处的功德。如果我们呢、从皈依到现在到我们老死都还在哪边求求求，到你死了之后你其实还是在求。所以我们修行啊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慧命而负责任，每一个人的因果都是自己要负责任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慧命都是自己要负责任的。在因果上面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一个都没有，只有自己可以帮助自己。根本上师给我们的加持就好像一阵风一样，它只会把你射出去的箭飞得更远，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从我们的背上拿一支箭出来把它拉去射啊。如果我们连射箭的功夫都没有，我们就祈求根本上师的那个风啊会从我们的背后啊飞出一支箭啊打中对面的那头猪啊，这不可能的。什么叫做空求？以前我们经常听到修法不要空求。什么叫空求？空求不是在跟你讲钱，空求的意思是说根本上是存我们佛法，根本上是给予我们加持，我们需要以修行佛法来配合。如果我们没有修行佛法来配合根本上师的加持，这个叫做空求。所以这个空求啊，有人鼓掌一遍。所以这个空求啊，不用误会啊，不用误会啊。我们经常会讲修行不要空求，讲的就是说佛菩萨给的加持，根本上师给的加持，根本上师给予的法门我们也要去做来配合根本上师的加持，这个才叫做不空求。如果根本上师给予加持，我们就在想根本上师加持过之后就好了，我们不用修的，那这个就叫做空求。我们是以为啊根本上师那个风啊会从你背后啊飞一支箭出来啊，之后打中前面的那一头猪啊，那头猪还会着火啊烧好变成一头雨猪的给你吃掉啊，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拜托。每个人的因果自己了，生死过程里面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一个都没有。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要为自己的慧命而负责任。今天的思念处不一定适合在座每一个人，但是只要你有缘听到今天的开示，也会在你的拔舌田里面啊种下一个种子，当你因缘成熟的时候对你还是会有帮助的。那今天很简单跟你们以思念处来结了一个善缘，我们明天在这个阿弥陀佛摩诃摩中原的超度，希望明天的开示不会那么的枯燥啊！这个非常的抱歉，今天选了一个比较慢一点的题目，
希望没有把你们弄到哦。今天的分享非常开心。